好诶。很豆花，哎呀，豆花可以吃。
叫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甜甜的。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甜甜的，这只很可爱。对啊，戴一个安全帽，对。金鱼，对啊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这个，这个物品，这是1850，然后这是480，所以假设一颗480，对对对，哦，这1850，对对对，那如果1600加1850，3200多，对对 对, 對，差不多，哦 ，OK， 3000到4000，看你带，或是你要少一颗两颗。这我们自己烧的陶，哦，这个是釉下彩的方式做的，就是我们涂釉下彩之后再当成透明釉。OK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。好，这边有价钱，他没价钱。摇鱼，摇鱼，啊靠，有，还好这没味道。啊，这好可爱，对啊，对对。小狐狸也很可爱。3800。好热啊！对，今天的。对啊。想不到摆摊的这么多。对，就是也是有一个。比较凉，很排队。
对对对，那中的话也就是分三块，是的，不然的话就是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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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要再排队排什么去看的话，有拱龙啊，我们也可以尽量帮你把它烧好。可是因为它没有开的关系，所以深层的裂痕可能还会保留一点点。对，但是不会那么显眼。应该好多人排队。Thank you.
寝具、枕头、床单，然后空间也可以用。这是什么？就是可以喷在衣服上面哦的味道，香味。嗯。小扭蛋机，它这个位置太热了，这一排热爆。就是大概就是金工、陶瓷、木、玻璃、皮革、布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些材料，对。还有就是手画，会画画的自己画画。百货公司之类的，对啊，还有那个陶，看起来有价值感。做那个地摊那个陶的，我觉得他做的蛮好的，嗯，对啊，那个如果说要买摆饰，我如果要买摆饰，我会买，嗯，对啊，因为他蛮有特色的，对。那小狐狸啊，但是因为他如果摆在市集，市集他你看他这样子一整组3000多嘛，对啊。其实是不贵的，对啊，还送鸟巢。可是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六年级了，那个很多东西以前会想要买，现在没有错，就是年纪轻的时候就会冲动，会吸引嘛，就会敢买回家。对，可是因为你现在放在家里，应该是说买多了啦。对你会考量说你要放在哪边。我们之前去大陆不是买了一个那个浮雕吗？对啊，那不知道放哪里啊，就掉了啊。对啊，對啊，那蓝色的一个盘子 啊，那人家也是雕得很辛苦 啊，对啊。就是那个风格不跟家里的摆设也不是很搭，显得杂乱。就是当下看到那个单品哦，觉得这个单品很好，但可能摆在家里不太适合。就跟学生在跟我讲啊，他说我们要做个医生包，他还要想他要搭哪一件衣服什么的，麻烦。对。但是如果是很轻便的可以出门的，那就不用考虑太多了。没错。本来就是这样，可是呢，因为我觉得会
走向这样，也是因为大家逐渐就是走自己做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没错。对啊，那你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他也不会勉强你啊，所以也不用招揽啊。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。对啊。但基本上还是希望有人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对啊。但基本上他只要活下去就好了。对啊，活下去啊，他爸妈有留给他跟一笔钱。小皮也是，只要能活下去就好了。爸妈有留两栋房子，怎么会活不下去？继续搞。那不是很愉快吗？天气真的超好。啊、可是那个温度太高，真的不利于市集，因为大家真的是卖不出。如果在旁边卖树桃，生意会不错。对，然后再换一个容器再卖树。对啊。对，好呀。外面好，外面好。回去点。人不少哎，没错，这个没变。哎，我们先来去买个喝的。你要吃东西吗？这边的话，然后汉堡排，不要太贵了，上次吃完的。哎，按那个炸鸡，去看看，好像不会饿。这是狗天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它那个，啊，那边就有可乐可以喝。那个字写的像那个工程烧啦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吧，我看看多少钱。
哎，里面有位置。有美女，哦，这样子，69块。这是点吗？我去拍一下菜单。那要帮我找座位，桌上扫码点餐哦，谢谢。可以参考吗？会带的话，直接前面点。好，来这个，好，谢谢，手套纸巾，我帮我收好，谢谢。哎呦，92号餐点好喽。手套。对，哦，稍微好重。然后这个就是台式甜炸鸡，这个应该不用。这个可爱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很好吃，我觉得中山鸭头，这个很好。